蒙恩给的经文是新约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听金光唱诗版的献诗和演奏之后，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。圣灵的九种果子，第六，良善。亲爱的各位圣徒，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到十六节，十五节到十六节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照，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神的儿女们一旦领受圣灵，心灵、行为都变得良善，靠着善行成为世上的光，照亮黑暗世界，同时也让世人看到，将荣耀归于神。可见圣灵的果子绝非只结在心中，心中的良善必然显出行为。圣徒们便成为照亮世界之光，发出基督馨香之气。今天要讲的第六个圣灵果子良善便是如此。大家若全然结上良善之果，凡所到之处都会发出基督馨香。众灵魂看到大家，便能感受到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神。愿诸位结上一个个圣灵的美果，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都荣耀神的名。奉主的圣名祝愿大家。亲爱的各位圣徒，良善顾名思义就是指心地善良仁义，属灵含义则在圣灵里面求善之心，即依靠真理择善而行的心，择善而行的心。若完全结上这良善之果，就会成为无可指摘、毫无瑕疵的主的心。大家祷告时多么迫切，要成为无可指摘的人呢？无可指摘就是指无瑕疵、无玷污的主的心。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未领受圣灵的世上人，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善。世人分辨善恶的标准是良心。要理解圣灵的果子良善，首先要明白什么叫良心。世人照各自良心论定，这是善，那是恶，而加以评论。一个人若一辈子没有做过对不住良心的事情，就自诩是良善的人，仁义良善的人。其实良心因人而异，良心形成的过程不同。良心并不是大家花钱买来放进心里的，良心是基于本性形成的判断善恶的标准，基于本性所形成的判断善恶的标准。每个人本性都不一样，良心也不同。良心没有完全是一样的，夫妻之间、父母、孩子、兄弟都有差异。假如良心全都一样，就不会有争论、起是非，意见一致，想法相同，没有必要辩论。
人的本性因所传承的元气和成长环境存在一定差异。遗传良善父母元气的人，本性也比较善，并且生长过程中生活环境良好，所接触多为善事的人，容易形成较善的良心。反之，传承父母邪恶元气，经常接触恶事的人，其本性和良心容易变恶。传承了父母的本性，又在邪恶环境下成长，所看所听都是恶事，良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恶。良心受邪恶环境的影响，其良心价值判断标准和他人比较应该有极大差异。比如说，从小听诚实之道的孩子撒一个很小的谎，也会受良心谴责，不知所措。从小父母就教育不能说谎，并且以身作则，这样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，所以很小的撒谎的行为也会马上面红耳赤，受到良心谴责，慌乱无措。这是受到父母良好教育的结果。在经常说谎的人群中成长的孩子，则说谎成性，满不在乎，良心被恶沾染，认为无所谓，不受良心谴责。在同样的父母和环境下接受教育，每个孩子接受教育的结果也不一样。有的孩子听从父母教导，有的孩子则有自己的主意，不愿顺从。两个孩子即使在同样的父母教导下成长，良心还是不一样。可见人的本性差异极大，而且这也取决于时代地域的差异，所受教养文化价值观的不同。根据在怎样的价值观成长，人的良心各有不同。社会形态之间的价值观念不同，100年前和50年前还有如今均有差异，国有国也有不同。比如在奴隶社会，人们鞭打奴隶，强迫他们做苦工，不认为不合理。至少30年前，在我们社会，女性上电视像现在一样穿得那么露，那可不得了。可见良心因人、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呈现差异。总之，自认为有良心的人也是在按着自己的良善标准追求而已，没有绝对良善的人。然而对于信神的圣徒来说，分辨善恶是非标准始终如一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变的真理，即神的道，就是标准，不会因时代变迁就迎合现如今的文化真理变质的标准。愿意按照真理而行的心，就是追求良善之心，是随从圣灵追求善的心。不过一个人求善之心恳切，并不代表已经结了良善之果。恳切求善之心以行为表现出来，才可以说是结果子了。马太福音12章35节前半节说，善人是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。箴言22章11节说，喜爱清心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喜爱清心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
照此经文，真心实意追求良善的人，必然从外表上流露出善行。不是说因为有人在，就算没有人在，我自己在，或者说我在夜晚，当然会以善取说，与善而行，而自然而发。不是说有人在，我就装着去做。无论在何处遇见何人，都以良言善行显出美德与爱心。好比人在身上喷了香水，就有香味一样，良善人也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。所以我们当散发基督馨香之气。愿大家能够正确理解，有的人渴慕近灵，积极随从属灵的人，追崇属灵的人，希望能与对方有个人上的交情，这种选择是正确的。这样的人喜欢真理，渴望成就在心，常蒙恩典，感恩流泪。但是单靠渴慕之心也不能进入灵。看了听了学了就当成就在心，并要在灵里实践。比如只喜欢接触良善的人，对不够善良的人就疏远躲避，这果真是渴慕善心的人吗？听到也很认真，也发觉自身不足，却没有踏实遵道行善，难道这是真渴慕灵吗？各位是否说渴慕善，但实际积累善的努力欠缺，希望认真查验自我。下面更具体的查看，在圣灵里面，在真理追求善的良善究竟有哪些情况呢？其实良善从某种程度来看是极为广泛的概念。神的属性本是善，圣经前半部分就体现了善，具有浓浓良善之香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到四节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若是这样能做到，这该多好！教会就应该这样，大家在家里、社会、职场都应该这样。我们教会各个部门也都应该这样，都要去这样去做。有的部门已经做到了，和睦相处，同心合意爱神，认真担负使命，口无怨言。主内追求善的人，即使遇到不称心、不如意、不合自己的品性，还是能做到同心合意配合。圣经就是这样要求我们，不要说不合己意就闹分歧，反而虚己谦让，退隐自己，也没有虚荣心，不刻意求得认可。不仅诚实担负个人使命，还用心体贴别人的事。各位圣徒，路加福音十章记载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良善。有一个人行路途中落在强盗手中，被打个半死。有一个祭司路过，看见他快不行了，却从那边过去了。
又有一个利未人也看见了，同样从那边过去了。祭司和利未人不能说不知道神的道，他们应该是侍奉神的人，应该比百姓更晓得律法，对神道更应该竭诚持守。然而他们在关键时刻没能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实际的行道之为。或许他们没能帮忙有他们充分的理由，但是有良知的人绝不可能对迫切需要帮助的人袖手旁观。后来一位撒玛利亚人路过时，发现遭强盗之害的人，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，为他包裹伤口。对这里不清楚，他对律法也不熟悉，是他内心的善促使他主动做出这样的善事。明白这里又教导别人，但自己不行道又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一个不知道真理却主动行善的人。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，又托付店主替他照应，说此外所费用的等他回来必还，离开之前立下承诺。撒玛利亚人若是站在只顾及自己的立场上，大可不必做到这一步。他忙着赶路，这样不是多管闲事吗？被陌生人牵连，赔上时间和物质，可以简单的帮他治疗，但他并没有义务支付。但没有义务支付之后的费用，也可以不用托付店主。但是他有良善之心，不忍心看着那人死去。尽管那会耽误他的时间，又有经济损失，虽然时间紧迫，他又不忍心丢下急需帮助的人一走了之。自己能力有限，所以哪怕托付别人也要助人到底。假设这位撒玛利亚人出于思虑，对那人也是置之不理，无情走过，这件事将成为他平生遗憾，重压在他的心头。善人乐于行善，若对这样的事擦肩而过，将成为他终身的遗憾，会后悔莫及，懊悔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帮助他。心里没有善的人早就忘得一干二净，既不懊悔也记不住，这两者心差距多大呢？那受伤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？哪怕自己吃苦也应该帮助他，神在看着我，我怎么不顾不管呢？常常这样的自责，仿佛被别人拉住自己的脚脖一样，不那样做就受不了。凡事折散而行的心就是良善。亲爱的各位圣徒，充分体现良善色彩的经言还有一段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是关于耶稣的良善之内容。先看十九节，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不争竞，不喧嚷，以致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被人评价为最真良善的人，不会与人发生冲突，不与人产生矛盾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，沉默安静，不发出任何声音，从不讲论别人，不彰显自己，不求人服侍，遭遇不公也不计较。第二十节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种植树木花草，若有枝叶枯萎，就会被人剪除。
为的是保全其他树枝。以前点油灯，当灯芯将燃尽时，光线渐暗，出现黑色烟熏，人们往往直接将灯吹灭。但是心有良善之人对压上的芦苇也不折断，枪前的灯火也不吹灭，表示只要有一点点复苏的可能性，也不会使其生命断绝，想尽办法帮其恢复。在此压上的芦苇是指在林里，是说充满世俗罪恶的人。将残的灯火是指内心被恶严重浸染，其灵魂的灯火将残灭的人。这种如同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一样的人很难接待主。虽说信神，但其行为和世人没什么两样，反而常常干犯圣灵，攻击神。在耶稣那个年代，也有很多人目睹惊人的做工还不相信，反而施暴行恶，攻击圣灵做工。我们主所行的一切都是属善的。主医治病人，难道是为了钱吗？说过谎吗？骗过人吗？有违真理吗？可是人们就不相信神，还对他行恶，想方设法要除灭他。这些人正是那些教导神道、自称是精通神道的人。当时攻击圣灵做工的人非常多，但是耶稣对这样的人始终凭信心期待他们，为他们敞开得救的道路。如今的教会也有如同压上的芦苇、将残的灯火般的灵魂，口称主啊主啊，却依然行在罪恶当中。有的人甚至正面攻击神，因信心软弱，经不起试探患难而跌倒，不出席教会，在教会行恶之后自觉惭愧，不得不离开教会。这还是至少有良心的人。现在呢？现在仍有说想要敲诈的人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心想要欺骗对方，说我们一起合作吧，会有很多利润的，是一想方设法的让对方去投资。我都说了不要有经济上的来往，但是依然去欺骗，然后想要与他人金钱来往。神说不要做了，说同一个教会信心弟兄上不要有经济上的来往。如果你能帮助他，你就干脆给他，帮助他，救济他，然后事情败露了，就有人离开了。有的人在台上说，有的人明明是指着他，他装着不知道。我们男宣教会也好，女宣教会也好，绝对不要再被迷惑，也不要被人被骗。只要顺从，就不会被骗的。若心有良善，对这样的灵魂会先伸出手来挽救。有的人愿在教会受宠得到认可，但不如所愿，就更加发出恶。极度受众欢迎的人和邻里遥遥领先的人诽谤他们，说三道四，并且若不是自己负责的事，就不与之合心，事事找茬找麻烦。这时结良善之果的人会包容发这种恶的人，不会强词理论，不会揭露他们的过失，更不会试图压制折服的手段，而是真心善待，感动感化，使其受感改变，这才是良善。当然有的人恶到极致，无论如何善待他，终究挡不住其走向死亡。
尽管如此，也不会画出界限，以忍耐到此来回避放弃这样的人，终不放弃，想尽办法挽救，这才是良善的心。直到最终审判之日到来，尽心尽力帮他寻求得救的机会，带着盼望等候到底。各位圣徒，听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有些混淆，就是对遵从善行而行出来的良善和其他几项灵果区分不清。在前面所讲的内容当中，撒玛利亚人帮助落在强盗手中的人，不是救济和连续之心吗？不争竞，不喧嚷，不就是和平谦卑之心吗？难道这些都属于良善吗？会这样心生疑问。当然，救济、连续、恩慈、和平、谦卑均在属善之列。如我在前面所述，善是神的属性，涉及领域极为广泛。而在良善更为突出的是愿意行善的心与真正择善而行的能力。重点不在于单单连续对方的处境而相帮的连续，而是在应当连续的情况下不忍心袖手旁观的善行。善心，不忍心袖手旁观的善心，不争竞不喧嚷，固然是和平谦卑之心。在此良善着重的就是因为内心良善，所以不愿意和他人打破和睦的心，与其未受众认可喧嚷自己，不如降卑己心的善心。另举个例子，为神国尽忠的人若结出良善的果子，就不是局限单一方面，而是全家尽忠。如果在尽自己当尽的本分中轻忽其中的任何一项，便会累及他人，神的国也不会如实成就。心存良善的人不能容忍这样的事，绝不会放任不管，他们会竭力做到全家尽忠。其他几项灵果也都这样应用，就容易理解了。成就善就会灵受从天上来的智慧，大家也都知道。大家成就善之后，就会灵受智慧、聪明和分辨能力。拥有善心就会分辨这些，或拥有智慧与明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主的心。下面说结论，亲爱的各位圣徒，恶人若不把恶发出来，窝在心里就不舒服，受不了，必须要发泄出来。习惯骂人的人出口就是脏话，不骂就难受，总和邻居闹矛盾，好理论，根本做不到息事宁人。比如说我和别人说话，无论是上司还是下属，但是听不到最后，就是中间打断，这样的人不中间打断就受不了，好像是特别难受一样。各位，不好的习惯一定要离弃，违背真理的一个个铭记在心，一定要努力要离弃，一个一个的要离弃。那么多当中一个一个这样的离弃的话，结果一年两年也好，大部分都会离弃掉的。那么在对方看来的时候，也会相信自己，信赖自己，但是却不努力说我现在要离弃的太多了，我努力也不行，这样我干脆抛弃，这样的人十年二十年了还是老样子的。哪怕伤害到他人，
痛苦让别人承受，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私心才感到满足。心恶的人就是这样，良善的人却恰恰相反。该行善时未行出来，远比自己受吃亏更觉得懊恼，想起来就后悔不已。假若与人打破和睦，或因我的过失或错过导致圣徒离开教会，那么自己心中常有挥之不去的愧疚和后悔，因为这只羊丢失的就是我的原因。若有人因为我离开了这本祭坛，里面总是受到良心的谴责，每每想起来都很难过，甚至担心到了审判的日子，就会担心神对我会怎么说。一个圣徒都不可丢失，连不起眼的一个小子也不能丢失。假如那灵魂是因为我而离开的，就要去寻找他，把他找回来。否则一想到他的离开，就浮现出自己的恶，心里会多么难过呢？只要心里有善，就会这样的；心里恶，就会为自己开脱。他总是由着他的性子，因着他自己的恶，不愿意在这里，所以才离开。宁可自己吃一点亏，也不给别人添麻烦；宁可自己不方便，也努力遵守原则。上次有个人正道的时候，他好像这样说的，说不给人添麻烦，这样的心非常好。但是因着这样的心，不能理解不了对方，不能与他人和睦，这也是不可以的。当然是不想给他添麻烦，这样的心是好的，这是真理。想起来了，有的人说借了别人东西都忘了就不还，但是那个人呢却非能理解他，也不和他结怨。有的人是不想与他人给他人造成伤害，但是又理解心不够的话，这也不是不好，这也是不好的心。能找到这个最合适的点就好了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也能理解他人，有人指点我能以安稳来接受。要是只成就这样的善该多好，规则是一定要守的，但是因那规则而造成打破和睦，互相不舒服，这也是不正确的。保罗曾坦言，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，从中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信心。大家要正确明白真理，有的人既不懂真理，灵里也没有领悟，却滥用这些经文，自己又做不到。我自己可以享受的，但是想到对方，我就不应该去享受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忍呢？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应该要说，我这样做才是幸福的。我和教会的财政部一次也没有吵过，也没有争论过。准牧师怎么有能这样的支出呢？他们从来没有这样，我们没有争吵的事，对待任何人也不忍心这样做，更不会做让里面的圣灵叹息的事。心里非真理多，没有良善之心，连圣灵的叹息声都听不到，该怎么办呢？非真理多，就听不到那叹息的声音。行真理的人若不行善事，就做不到择善而行，就会听到圣灵的叹息声，心里非常痛苦，所以不会有上述的举动。
因为本为善，本身良善，不管谁怎么说，都会用心行善。这样的人怎么会行恶事呢？凡事择善而行的人，就是结良善之果的人。大家如果全然结上良善之果，就会磨成主的形象。不做让呢，怕一个小子跌倒的事，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，散发出善与谦卑之馨香。愿现在的圣徒们迅速全然结上良善之果，向世界散发基督的馨香，磨成神荣耀的形象，被神认可为真正的儿女。奉主圣名祝愿大家。阿门。涙の中おられる主、愛の主、それは命与え。